拍卖哥1911153，更正哈，1911153分工哈，这家本身是这个东区七关专存28800几只哈，总冠军338进去呢。哦，伊个老爸本身吼是我高雄中正入乡诶，哦啊，老爸是即个东区68800几只总冠军，哦338，啊到即个王后号诶前面，哦王后号前面就是永安村啊综合五位，哦即只综合五位会带我家己嘛做出几啊只，哦因为即只永安五位本身速度真紧，伊有飞到即个。专准单冠冠军甲专冠单冠三位啊四位安尼，哦，所以伊这個速度特别紧。啊，伊老爸本身嘛有出着这个高阳中正吼入相安尼。啊，老母这头吼，是这个单区专准68800几只总冠军，啊，到这个高雄中正吼哈。啊专准总冠军哦，五冠甲剩专准甲剩30只哦，零三路哦，这第五冠吼，家己只领先吼，专准半点钟转来，所以这只本身就突破转来。零三路到这个中正村啊，五冠综合冠军967哦，这12004只。零三路本身下开专准总冠军哦，啊伊下代阁生到这个专准总冠军，这个2016创造者下开专准50000几只总冠军，啊阁出一只这个2012年南台湾村啊专准总亚军，哦这第四关专准甲剩20只尔，哦这种纪录相信这里台湾哦甚至全世界应该真少，哦这专准总冠军，阁出到这个专准总冠军甲专准总亚军。啊，这只中正冠军967吼，这只本身嘛下代嘛是这个2016创造者下开专准50000几只总冠军的阿嬷，啊，伊本身下代南海北海嘛出入几啊只，哦，这伊这只春葵总冠军967本身就是这个秋王号到夏后号，哦，所以这只。哦，这特别的为了这个好歌王这个活动哈、哦，特别的出来拍卖哦。一只中小型短身厚度哦，我个人饲的鸟较喜欢哈、哦，这个短身厚度，因为这鸟速度较好啊。这个大沙卡会到，哦，伊本身前老真高，所以这只鸟本身的超速，哦，这各项条件拢符合这个冠军鸟要的条件，哦，伊本身哦骨头真硬，真点扎，啊后骨硬，啊肉质发达 Q 嫩，哦，啊这是这个流量度拢非常好。我这只338本身哈、哦，这三代拢出着综合冠军，南海北海拢有，哦。这个教育会使看我这个学童书上的记录哈，伊、哦、这拢是咱台湾专线各大会哈，背、哦、着大沙斑马落来，哦，这食流能量真好，哦，这食肌流量都好，啊，食肌佫乌金，这表示讲这鸟遗传真好，哦，而且伊这色泽嘛，成着这个338的特征，小寡喷点喷点，因为这有卡着一撮拉环啊系统，哦，这只鸟哈条件。条件吼来做精鸟吼特别好，因为我有家己亲，啊，这白头非常水啊，体材白头拢非常的水。哦，伊是红目啊，哦，红目啊，吼，这种鸟若讲饲三四回了，就变古铜目啊。哦，因为伊这少年鸟拄轮八几年吼，这目睭就眼刷就遮高，啊，色泽遮亮丽，啊，这眼神阁真好。这目睭吼真特殊，较特殊的是伊的体材吼，这只身材我非常喜欢，哦，因为伊短身啊，前老前高啊，毛草阁真幼吼，这种的落雨袂重，人咧讲的这个龙眼毛的。拍卖哥，1911153。